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拉拉。视频中的这位呢，是我的爸爸。我们在湖北长阳，我们在自己的家乡打造出了这个简陋的画室。在年前呢，我和我爸爸一起设计创作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，一份2024年的龙年挂历，以我们自己的画法绘画出了长阳的部分文化。整个制作过程大概花了15天时间。我们只是普通人，我们没有精湛的绘画技术，也不是什么大师级，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热爱生活，爱自己的家乡，也希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。最熟悉你爱，最有我却更爱你，我能习惯越